来啊、哦，所有的乡亲啊、哦，我们旁边还有冰淇淋啊、哦，哎，真的是。以后的
场看到大家在这边就是要来消停，我们彭时中对不对？对。那我们时中在这几年做得好不好？好，做得非常好，把大家当作自己的家人。我们整个礼上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大家找彭时中，都可以给大家解决，对不对？对。这就是我们自己人，大大小小事情，时中都会使命必达来完成，帮大家协助。尤其是这两三年的时间，各位啊，这个疫情当下，很多的事情都是里长帮忙，不管是送通知单，还是送药，或者是帮你接送孩子，帮你买菜，这些工作里长都做到了。这就是我们选对了人，对不对？对。所以拜托大家，选举剩下六天的时间，请大家在11月26要继续支持彭时中，好不好？好。回家之后，儿子、女儿、媳妇，通通要交代，来支持以后彭时中，好不好？好。时中未来有任何的建设工作，李玉林在中央一定会努力的，全力配合，全力协助，好不好？好。拜托大家，我们祝福彭时中高票连任，也祝福上场所有的嘉宾，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一号彭时中。接下来哦，我们有请我们市议员候选人徐玉柱徐议员来为我们一号彭时中加冕打气，谢谢。谢谢。好，我们的登记一号啊，里长候选人彭时中啊，我们的委员，还有林农议员啊，各位亲爱的乡亲长辈，我们的黄总裁，大家早安，大家好。谢谢大家，今天非常的高兴啊，我再度的回到了我们的中心里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里长啊，做事就是一级棒啊，大大小小的事情他几乎无一不语，都是亲力亲为。那有关于市政府的一些资源建设啊，玉树呢过去啊对于中心里可以说是全力以赴，那包括过去最早我们这里的淹水问题，我们也协助了里长来把它克服。现在呢，中心路的分隔岛的建立，电缆地下化的一个啊推动，我们的里长哦也是啊全力的来协助就对了。这样的里长。